初八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不是秦云素了。那个时候我也在找秦云素，看到你的时候，我还真的以为是他。但是我后来突然接到秦云素的电话，我也是到了这里，才知道一切的。我姐能找你，说明她很信任你。算是吧。 毕竟我们也是那么多年同学，这么多年也互相扶持着走下来。我亲眼看着他跟江村结婚，也看着他们俩貌合神离。黄嘉文，我要问你一件事儿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我还爱他，但是他心里面只有江村一个人。所以。 你就把你和我姐的照片寄给江家。那个时候，你姐一直不理我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真，就当我求你，别把这件事告诉你姐。我现在只想做一个朋友的身份陪在他们母子身边。是真的吗？以前我一直想让秦英素离开江家。 我们一定可以把他们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养大的，好吗？真的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就剩下你和孩子，太啰嗦了。我这辈子，这辈子只要有你跟孩子。
你好。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房间的客人他不在，估计一个晚上没回来吧。不对呀，他昨天跟我说他会回来休息的。你看看床单都还没动，行李包还在这儿呢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情况不是太好，老大呢是得了终末性心脏病，目前现在没有治疗的办法，只能靠药物来控制。等他长大以后呢，条件允许了，可以考虑做进行心脏移植手术。老二呢，虽然心脏没有问题，但是因为早产，产妇本身的体质也不好，今后呢身体发育可能会比同龄的孩子要迟缓一些。不是这样，我知道你们担心孩子。说实话，我们这儿的医疗条件呢是有限的，这种情况见的也不多，所以我建议你们把孩子尽快送到大医院去。霍之，霍之，你怎么就这么轴呢？连他弟姐姐跟妈都不相信，你还能相信谁？现在好了吧，你只想保住自己的孩子，你非要跟来，孩子在 ICU 里，都怪我。都是我的错了。什么意思？啊，你要是这么讨厌我，这么不想听我说，你直接把手机扔海里就是了。你怎么来了？眼睛怎么红了？你哭了？没有，刚才风大迷眼睛了。哪来的风啊？刚才有风，现在风停了。是不是想起什么记忆了？想起了一些不该想起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行吗？随便你吧。喂，你马上来红岛，要多快有多快。喂，姐，你怎么样了？好点了没有？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想见见你。好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这谁的？我送错了呀。江先生，今天晚上想请谁吃饭呀？我太太。哦，是要和夫人烛光晚餐呀。这样，我建议您要不然改到我们酒店的海边餐厅，桌数不多，您可以包场，而且我们现场还有乐队伴奏，环境非常的好。那儿吗？对，那边。环境是不错，不过我不知道晚上会不会风大，我怕我太太着凉了。江先生，您真会开玩笑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抱歉。很有意思，你的这个手机铃声跟我太太是一样的。是吗？那我跟江太太很投契呀。这样您更得听我的了。说实话，咱们烛光晚餐吃的就是一个环境，谁在意吃什么呢？只要是够浪漫够情调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所以说我建议您啊，选我们酒店的海边餐厅。好，听你的。
海边餐厅。这个音乐可以传我一份吗？最近好像越听越喜欢了。好，回头发给您，谢谢。小芝，其实这根本就不怪你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就不敢瞒着你，早该把实话告诉你，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儿了。姐，你还是说我两句吧，这样的话我更难受。真的，姐真的不怪你，是姐自己命不好，本以为嫁给江村会觉得很幸福，可没想到会是这样。那你还有什么打算吗？我现在还没想好，孩子就这样，我暂时也不能回去，江家那边还要靠你再帮我撑一段时间。等我想好了，我一定跟江尊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。当然没问题，江家有我呢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跟孩子要把身体养好，其他的就是希望姐以后你不要再瞒着我了，这么大的事儿连黄嘉文都知道，就我不知道。你放心吧，姐以后什么都不瞒着你，都告诉你好吗？还有就是妈那边我还没告诉她。没关系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只要你跟孩子好好的，你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这是我的好妹妹。哎呀，你这一趟啊真给我折腾得够呛，来来回回我这跑了三趟啊，就你给我看的工资还不如不发。哎，我这么辛苦你好歹你告诉我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是啊，求婚？不对，离婚好像也不对。说实话啊，好久我都没看见你对谁这么用心。我觉得失忆的不是秦英素，是你。小师傅，哎，我这辛苦一天了，你卸磨杀驴你念完经打和尚，我这一天我这脚我都踩油门快抽筋了，你好歹上楼给我开个房间让我歇会儿，你干嘛啊？小师人也不错，你试试。刚刚压了50000块钱，又要交钱。你好好看一下，这里的每一项费用都是有依据的。首先，您的两个孩子都是早产，必须在 ICU 里面进行医救。还有。您其中一个孩子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，需要通过药物来进行维持。因为孩子很小，我们必须把药物的副作用降到最低，所以我们只能用最好的进口药。这当时你是同意签了字？我签字的时候你跟我说这药那么贵了吗？啊，一天10000，你这是治病吗？你这是抢钱吗？你怎么回事？哎，您来的正好，您有一个孩子心脏不大，孩子的爸爸嫌我们给他用的药费用太高。这样你来决定吧，这种药是否还需要继续用下去啊？当然便宜的药我们也有，但是以后对孩子的身体有什么损伤我们可不能保障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这摆明是过度医疗，你还有理了是不是啊？
你又不是孩子父亲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我这不是替你急吗？行了行了，我用不着。大夫，他不是孩子的父亲，你别听他的。孩子呢，就用最好的药，钱我来出。好，没问题。这又不是钱的事儿，你就是再有钱，你也得省着点花吧。啊，我们就交钱，我们交钱啊。姐，没想到这个黄家文还挺怕你。他一直不都那样吗？上不了台面。只不过就是委屈我孩子了。咱们一定会治好的，这儿看不好，咱们就去青岛；青岛看不好，就去北京；北京再看不好，我们就去美国。总会好起来的。江轩不喜欢孩子，他要是知道我怀孕，肯定不想留下这个孩子。还有江博儿，他也容不下孩子。安一秋跟江博儿狼狈为奸，他们要是知道我怀孕，孩子恐怕就留不住了。你要是不信姐的话，可以把这药拿去化验。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喂，哎，我刚之前说过东西放错了，怎么还在我房间啊？什么？隔壁房间送来的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上来吧，歇会儿。小心滑。来，来。哎，歇会儿吧，累不累？嗯，不累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泡妞神器，你怎么这么幼稚啊？哎，啊，我以为博二已经够幼稚了，你比他还幼稚。哎，你给我，你不要算了，我给我女朋友买的，她嚷嚷好长时间了。我告诉你，啊，上班的时候不能带这种东西，哎，没收了。哎，嘿嘿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一会儿你用这个啊，肯定没错。乐队，只要你一挥手，马上响起音乐，秒杀一切那个浪漫爱情电影。真的吗？都安排好了。人才，必须。哎，歇会儿啊。
累的，你搞这么隆重干嘛？随便吃点得了。怎么没有穿我送你的衣服呀？哦，你那衣服呀，肯定得配高跟鞋。你看这路又那么不好走，我崴脚怎么办？再说这都是海，万一我掉海里呢？我以为我已经够不浪漫，我没想到你比我还不浪漫。这不是不浪漫，得看和谁浪漫。再说了，咱俩又不是拍韩剧，这海风这么大，吃一肚子海风，这不拉肚子呀？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我把公司所有的事情都放下，就是为了跟你来培养感情。你倒好，要么就是神楼见首不见尾，要么就是一见到我就冲我发脾气。我想知道，我到底哪儿惹着你了？你告诉我。你能先坐下说话吗？你一直这样仰着头，跟你说我脖子都酸了。这还有音乐呢。以前都是你想方设法的想让我跟你吃顿饭，现在我精心的准备好了，我以为你会开心，看来是多余了。江太太，怎么了？江先生怎么走了？这个菜品不合适还是音乐不对啊？不应该啊，这个江先生反复叮嘱过我们，今天下午排练了一下午呢。这些都是他精心准备的。是啊，从前餐到主餐，包括甜品和酒，都是江先生反复斟酌了很久的。江太太，江先生对您真用心啊。我这些可以打包吗？来了。让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点了那么多干嘛呀？今天哪吃得完？你想干什么？吃饭呀！你精心准备的，你也得吃啊。那刚才你怎么不在下面吃呢？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这么做啊，你快尝尝。好吃吗？好像确实不错啊。我就跟你说了吧，好吃。这两天忙什么呢？哎，没人跟你抢。来擦擦。我没忙什么呀。这不是老家吗？我就想到处走走，看看能不能找回点回忆什么的。见着你妈了？妈回青岛了，所以我也打算回去。其实啊，今天找你吃饭是想跟你一个。接着电话。喂？啊？亏他想得出来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我耳结石了，已经两天了。问他为什么，他又不说。啊？那你赶紧回去吧。我今天实在太累了，我就不跟你回去了。行吧。你要是觉得在这轻松的话，你就在这多休息几天，休息好了，我让方秘书回来接你啊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能回去。随你吧。其实我今天跟你吃饭啊，确实有个东西要给你。我知道。啊？就是这个吗？
我觉得还挺好玩的。你晚上就别开车了，这么晚了开车不安全，我给你叫个代驾吧，你回去路上还能休息一会儿。没事，我有司机。方秘书来了、他来干嘛呀？早就叫他来了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你老的太阳啊特别的毒，你一个女孩子家连个防晒也不备，出门带着她，太没有保养意识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防晒啊？我在小旅馆给你收拾行李的时候发现的。哦，你肯定是跟老板娘串通好的，要不你怎么能提前给我收拾行李呢？嘿嘿嘿。笑了，就放心了。再笑一遍。请道歉。江村，你当我傻啊？我当然知道你要干什么，可是你搞错了浪漫，选错了对象。江村也许会是个好爸爸，只要孩子们度过了危险期，姐姐就会得到幸福的。哎呀，这么长时间，你要是舍不得走，你就别下来了，你留下，我回去照顾那个江大小姐啊。哎，送了没有戒指？不着急，总会有机会。哎，博儿，你这几天不吃不喝的怎么行啊？谁惹着你了？是不是那个陈先生惹着你了？哪个陈先生啊？你们烦不烦呐？都出去！哎，都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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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！你来一下。说吧，这个陈鼎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嘟囔什么呢？问你话呢？那个陈鼎生到底把博儿怎么样了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原来博二跟那个陈先生本来是挺好的，有说有笑的，又吃又喝的，前两天出去的时候还开开心心呢，可是一回来就不吃不喝了。这个陈医生看着倒挺老实，倒是把博二控制得牢牢的。安医生，先生真的不在家，跟英素去旅游了。这博二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可真担不起这个责任。他们上哪儿旅游去了？哎呦，先生，你可回来了，你快去看看博儿吧，他就听你的。阿姨来了。啊，博儿不肯吃饭，我来给他送点药。放心吧，我先去看看他啊。哎呦，这是谁呀？啊，还跟小时候似的，一不高兴就躲在被子里蒙着头哭。来，我看看这是谁呀？哟，是博二呀。梦哥，别伤心了，别伤心了啊！告诉哥，是谁欺负你了？哥找他算账去。我觉得我被陈立生耍了，他根本就不喜欢我，我这么死皮赖脸的黏着他，我觉得我自己太没有自尊心了。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陈立生，他有什么好？你喜欢什么样的？哥再帮你找去。我就喜欢陈立生这样的。你口味这么重？那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我哪儿不好啊？我谁说你不好了？我们家博二长得又漂亮又可爱，还很温顺呢，是不是？
他敢不喜欢你吗？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是不是？哎，别闹了，哥。笑就行了啊，不哭了。陈领生呢？有空哥去跟他谈谈，好不好？真的。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打狗。啊，赶紧洗把脸，洗把脸，去吃饭。不许哭了啊！领生，哎，我跟你说呀，过节的时候呢，我们学校发了张美容卡，你给博尔打个电话，看他有没有空，我请他做美容。不用浪费了，你跟你老姐妹去啊，她以后不会到咱们家来了。你们吵架了？我跟她就工作关系，您别老乱点鸳鸯谱。怎么叫乱点鸳鸯谱呢？人家送我那么名贵的包，我这叫礼尚往来。真是越打越不懂事儿。你不打，我打，我来打。哎呀，我打，我打，我打。您先出去吧，啊，您出去我就打啊。必须打这电话啊。好。是该当面说清楚的时候了。江先生，不是博二找你，电话是我打的，找你有事儿。您找我什么事儿？告诉你，以后离博二远一点，他不是你前进道路上的垫脚石。还有，招标的事情到此为止。欠揍！不是，哎，你动手你叫我呀！你一个人动手再出点什么危险，真是！我从来都没见你生这么大的气。博尔从来没有对谁动过心，这第一次就遇到这么个货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消消气啊！接下来怎么办？那陈领生他们设计院的竞标没门。您的早餐。哟，怎么了？这手？手腕还是不太方便转。来，你帮我打一下。哎呦，先生，我可不会打领带。啊？哎，要不你让英素帮你忙？英素回来了。是吗？啊。快去。系领带吗？会啊，怎么了？前几天手腕伤了，你得帮我个忙。
你看我干嘛呀？又不是第一次见。马上出去是吧？家里气氛也不好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不行，我有约了。约谁啊？你确定吗？早都说好了。可不是你老公吗？那也得分个先来后到。那你最起码能够告诉我，你约了谁，我也知道我排在谁的后面。嗯，我约了宋太太他们，早就说好了中午一起吃饭。那好吧，那我就排在他的后面。哎，起这么早？我去上班啊。今天是上海竞标宣布结果的日子，我这个设计总监肯定得在啊。帅哥，你要不要带我一程？走。今天是星期五吗？对啊，星期五。怎么了？我约了宋太太他们，早就说好了中午一起吃饭。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给我太太下的迷魂汤，就一个劲儿的说她好，说什么平常喜欢搞点慈善，周末总是去福利院给孩子教书。没事儿。又是设计院也会来人，你不怕是陈鼎生？我怕他干嘛？我又没对不起他。再说了，公是公，私是私。难道陈鼎生不喜欢我，我还不上班了？能想开最好，感谢你长大了。哥，你别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，比爸还吓人呢。你别忘了啊，你可是答应我要找陈鼎生谈一谈的。在这之前呢，我也答应你，尽量不耍小脾气。真乖，这么托人呢。江总，江总，我上次是我不对，我道歉。陈先生，您用不着道歉，我们现在是工作关系，公事公办 ，OK。祝你投标顺利。哥们儿，什么情况？咱们不会被出局了吧？没事。谢谢你啊，帮我联系徐教授，要不然的话，孩子转院肯定不能这么顺利。跟我客气什么？虽然秦英素不招人待见，但孩子是无辜的，这忙我必须帮。谢谢啦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，这个药你得帮我化验一下成分。没问题。你怎么了？怎么开始吃药了？这药不是我吃的，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吧。我今天该给福利院的孩子上课了，先走了。去吧去吧。好，各位，经过我们董事会的认真讨论，下面我宣布此次项目中标的单位是海华设计事务所。这不欺负人吗？明摆着我们这个设计比海华好的不是一丁半点啊。我找江村去。算了。结果在我意料之中。你说你跟江博闹什么呀？这标搞不定，你连我也给拉下水了。陈礼商，这件事我一人都是一人当，我扛着好了。又不敲门怎么？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为什么要把建筑设计研究院踢出局？我不相信以你的眼光，你看不出来他们比海华好。我不可能让你再跟他合作了，这也是为了你好。我也不可能让那个小子有机可乘。
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？其实我已经去找过陈医生了，我让他离你远点。人家都说了不喜欢你，做什么也没有用，不要强求。而且他接近你，你敢说他不是为了这个项目吗？哎呀，哥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现在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在追他。你这么做的话，人家别人会说我假公济私的，这样多丢人呐！假公济私就假公济私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啊？再说了，这么大的项目不得儿戏。他一开始抱着目的接近你，他就应该想到有今天的结果。我知道你这是为了我好，但是你也应该事先跟我商量一下，好歹我还是个设计总监呢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就问问你，你凭什么认为他有能力承接我们的项目？你机会都不给他一次，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啊？不是我说他不行，是爸说他不行。有什么事你跟爸说。你，去，回来。我。小兔子可不可爱啊？可爱。那我们这节课来画一个粉红的小兔子，好不好？好。这节课我们比赛，谁画的最好，老师就把兔子送给他，好不好？好。赶紧下去画吧，我要开始计时了。怎么想起来来这福利院了？那天宋贤在海边说的话你都忘了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你说秦英素当老师，我也觉得奇怪。我以前啊，只听说过这秦英素逛街喝茶刷卡消费，还不知道他可以教书育人呢。世界变化得太快了，进去看看啊。偷窥的爱好啊，小点声。怎么说你也是江家的大少爷，是不是？地产公司的老板，你说你拉着我跟踪你老婆，不是？你现在玩的什么花样啊？这是啊！爸，行，喂吧。你到疗养院来。江村怎么会来这儿呢？肯定是我看错了。我说你跑什么呀，跟做贼似的，让秦英素看见了更好，你就等于是老公来探老婆的班，对不对？顺便问问他，
怎么就转了性了？他这样我都有点不认识他。别说是你了，我都觉得奇怪。这变化也太大了。那你就更应该当面问清楚，顺便好好夸一夸你老婆。我觉得他从医院出来好像变了一个人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那你觉得他是变好了呢，还是变坏了？哎，你不用回答我，你自己知道就行了。走吧。去哪儿？爸还找我。秦英素，认识你这么久，还从来不知道你会画画，你还有些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呢？哎呦呦呦呦呦！我说小姑奶奶，你不能只浇这两盆，把它给浇死了。哎呀，爸，别的也浇一下。你别老指挥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浇哪个了。来来，你这个，配点就好了啊。哎，这样吧。对，少量多餐。哎，哥，你来啦。爸，你找我。博儿告诉我说，上海那个项目，你否了设计院的设计图，还说是我的命令，是吧？爸，我跟您商量过了，你也同意了。得了吧，哥，我可是问过爸的，你这叫假传圣旨。要不是我机灵啊，过来问一嘴，陈令生得被冤枉死。我可没胡说，爸，您忘了，我们当时一致认为陈令生认识博二的动机不纯，所以我们决定不再用他，而且他的设计确实不怎么样。你什么时候跟我商量过啊？啊！其实有时相爱很短，其实有时相处更难。我和你维系的坦然，反面看却也心酸。你有没有像我一样？我猜你也舍不得放我。落叶离开北风以后，相信爱。 There'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。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。 So there'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。 那就用爱来交换，谢谢这寂寞孤单，谢谢让我们成长，不算傻。我要的幸福。